临床医师嘛，在医院里面看到很多病人的疾病是因为酒精而引起的。那另外担任民意代表也担任市长，发现很多的车祸也是因为喝酒之后酒驾所引起的。因此会希望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能够不要再为酒类代言，完全是出于好意啊。那个这个是社会可以共同讨论的。那当然偶像级的歌星或影星，他们要为什么代言，那是他们的权利了。那只是我个人是希望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像林依晨或者是周杰伦这样，他们在代言的时候有所选择，那这样社会会更好。那并不是说要去管任何一个歌星他们的事情，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清楚。